你试试这行不得？这耳机咋还能突然间就坏呢？你不瞅瞅那刚换完呗？就这一个无线的还坏了。哎呀！有动静没？不是你给我拿好使的不行吗？好使，这我电脑上插的怎么能不好使呢？好使个屁！你听听这哪好使？这不还是坏的吗？哪个坏了？右边。完了，你给我来，我听听。这不有动静吗？有没有可能是你耳朵坏了呢？你现在你来他也没有大夫，你着什么急？是不你明天你睡一宿觉你重启一下，万一他明天早就好了呢？是不你等会儿，你别走了，等会儿。嗯，你我刚才跟你说那些是不是一句话没听着？那回家吧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人们都说左耳离心脏最近，所以情话要对左耳说。哎，但你不同，门儿在那边呢。你是右耳朵不好使，